和爸爸比赛画画，今天我来表演给火柴人穿衣服，你们来看看我和爸爸谁的更加好看吧。第一个是爸爸画的，现在到我画了，我也画个爸爸画的火柴人。这个造型的火柴人，如果你帮他想一件事情，你觉得他会在干嘛呢？接下来认真看我变魔术吧。对了对了，这个火柴人是个小吃货，你能分享一些好吃的零食图片给他吗？谢谢你们啦。看我来给他加发型。只看发型，你能猜到这是男生还是女生吗？如果你也是女生，你手机里有你最喜欢的表情包吗？可以分享出来吗？比心哦。如果你是男生，你也有自己最喜欢的表情包吗？你也分享出来，看看谁分享的最多吧。看看有没有和我们喜欢的一样的小伙伴吧。说着说着，我的也快画好了，你来帮我和爸爸打个分吧，谢谢你啦。